这是我出生的城市，是一个被誉为舞狮之乡的地方。几乎每一个男孩都有和舞狮相关的梦想。徐克的电影总是叫我们激动、亢奋、血脉奋张。他是假小子，是个勇敢的、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伙伴。他是小胖，是个乐天派，虽然父母都不在了，但他一点都不悲观。我叫姚强，这个总是急急忙忙的人是我未来的师父。这就是我和我师父的故事。残废了，那我干脆撞死你得了吧。呀！嘿，玩真的呀你？小兄弟，身手不错呀。我练过呢。跟我来。大哥，怎么称呼啊？盛世堂新道全。哎呦，久仰久仰。他说什么堂？没听清啊。小兄弟，你干什么不好，非得干这个？孤儿，天不收，地不留，没药啊。生活再难，你也得走正道啊。哎，那两个是跟你一块儿的吗？我奶奶活到101。老人家很高寿啊，不管别人闲事儿啊。那个人好像发现我们了，怎么办呀？别慌，看看再说。小兄弟，我想让你跟着我学舞狮，怎么样啊？就怕您还没资格教我吧。那你说我怎么样才能有资格教你呢？新师傅，咱俩打个赌吧，你要是赢了，我就跟你回去学舞狮去。你还挺心高气傲的，成，画个道道吧。你会捉猫吗？会啊。真聪明，玩这个，咱们干爹都不是姚强的对手，这个什么堂肯定拉稀。咱俩就捉猫，你要是捉到我，就算你赢。一分钟时间。行，现在是9点。怎么样啊？刚才我地形不熟，重新再来，重新再来，三局两胜。我就知道姚强会这样，跟人家讨价还价。嘘，别说话，又开始了。我勒个去！走。接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关公师，这个就是关公师。当年黄飞鸿以起搏之势在3米高的梅花桩上踩青，武大就是这种关公师，他还一举夺得了广州狮王之称。什么叫起搏之势？就是踩高青，狮头站在狮尾的肩膀上，站直身体，高度可达3米，加上梅花桩的高度，那也得有6米了。6米，这么高？哎，就那个。学费呢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说句话呀！哎，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跟我说句话行不行？当初你让我管的业务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这个行业以什么糊口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对。
孩。你以前你说那些孩子吧，自身条件好，但是呢，家里条件困难，你说我是不是也没说什么？那这回你说你给我整了个什么玩意儿过来？小流氓，小痞子，这是个问题少年，师哥。你说这，别生气，来坐下生。哎，我你坐下坐下，别生气别生气，听我说啊。你说，这孩子如果我们要是不管的话，那就等于我们亲手把他送到监狱了。那问题孩子多的是，你管得过来吗？我们能管一个是一个。厉害，师兄。咱们这个盛世堂武士馆呢，我觉得得改个名了，改成盛世堂少管所，好不好？道友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个兄弟。好了，又说那个阿奎，28年都没个音讯了，人家阿奎早成阔佬了都。就怕他没走正道。到底什么堂？虽然没听清，但我看清楚了，那功夫真的挺厉害的。小强，咱们这儿啊，大部分学生都是走读生，也就是利用课余时间过来学习的。专业学习武师的呢，吃住都在这儿，你以后跟大家一起生活，一起学习啊。我不想学相扑。为什么呀？我就这一要求，你要不同意算了。哎，马虎，师傅，你跟姚强换个铺，你睡上铺。好嘞。师傅，师母来了。嗯，好，你也帮着姚强一块收拾收拾啊。马虎，帮他收拾收拾。胡闹！保全徒弟饿死，师傅，就咱们盛世堂还开不开了？老婆，道全，咱们现在经济这么紧张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师兄，我这个我认识有问题啊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对了。老婆，你说，咱们招生这件事不是拜托王主任帮咱们招的吗？现在出了姚强这件事，不用王主任有点不太好。要不你去跟王主任当面解释一下，道个歉。对，应该的。老婆，那姚强呢？有我呢。老婆，你最好了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找王主任。怎么样，嫂子，说通了没？让姚强在训练场等我。姚强，大姐大，闻名不如一见。少贫嘴，小帆。哎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是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后空翻。别摔着，可以啊，行啊，不错。上妆，上妆。道全，我这边倒没什么麻烦，主要是考虑到你们学校的经济压力大。啊，是是是，阿娇啊，好多事情都在为你着想。跳啊！等什么呢？做动作！连个妆都不敢跳，真是个胆小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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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上。我就不是干这个的料，见笑。来，手臂架起来，哎，好。他是谁？生是他，心道全。我告诉你们，天下最可耻的事儿，就是偷东西。好了，从今以后你们两个哪也不要去了，就在我这里。我教你们习武练功，走正路。师傅，我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姓蔺，叫蔺满德。我要教你们武术，教你们舞狮。记住，舞狮不是跳舞的舞，是武艺的舞。回来。阿娇，训练场挂着八个醒目的大字是咱爹的遗言，你没忘吧？强扭的瓜不甜。你说话呀！道全，道全，师傅，记住了。我一定做到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哎，嫂子，这房租我跟人房东说了，交一个季度行不行？人房东不愿意啊。你让他处理吧。不是他。小胖，几点了？姚强，几点了？哪知道啊！你们跟我走。
师母和师叔啊，对你态度不好，是他们不对。你跟我回去，我让他们给你道歉。师母没和你说吗？我就不是学这个的料。恐高是可以克服的。再说了，你今天不是已经上妆了吗？这就是非常好的进步啊。先不说练功和上妆的事儿，你跟我回去，我让师母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。啊，走走走，你们俩一起。新师傅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是我干爹，他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我要走也得跟他说一声。走。那个心道全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我不认为他比我有能耐，一个玩武师的。干爹，他不仅仅是个武士。你要是去，就永远别回来了。干爹，等我以后学成了，一定回来给您养老。干爹，我以后也会给您养老。离开你的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这是爹新收的两个徒弟，这是阿全，这是阿奎。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师姐啦，我叫令玉娇，你们要好好听我爹的话，也要听我的话，明白吗？那好吧，我同意收留他，只要他一心向善。不过如果他要像阿奎一样的话，老婆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像阿奎一样。超过一半的学生不交学费，有你这么办学的吗？阿娇，辛苦你了。别说好听的了，能撑过今天呀，就算你有功劳。好消息，接着一个开业典礼的大单子。真的呀？嗯。多少钱？就是没多少钱。赶紧的，到底多少？15万。15？哇，嗯，哎，哪儿的典礼啊？哪个单位啊？双溪酒楼的。道全，双溪酒楼好像不属于咱们的经营范围，咱们吃过界了吧？按照历来的规矩，各团队分片经营，双溪酒楼确实不在我们盛世堂的经营范围。那现在，咱们不是资金紧张吗？正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规矩限制了我们，没有了市场竞争，我们业内的武士技术已经很多年没有得到进步了，很多绝技都已经失传了。嗯，我早就在琢磨打破这个所谓的规矩了。今天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不过这个事儿啊，如果由我们盛世堂提出来，我们肯定把其他的师傅都得罪光了。但是不提呢，后果会更严重。
阿娇，道友，为了咱们舞狮文化的传承和发扬，我决定打破这个规矩。啊，那师兄，你这话的意思是这个单子假？同学们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好消息啊，接着一个大单子，双溪酒楼的开业典礼。身上有没有，全看高庄走了。这时候大家能不能好好练习一下，拿出点绝活来给他们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师叔，姚强说他可以上庄了。是吗，姚强？来，上一个我看看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毛毛，毛毛，没事吧？摔成两半了，你们看，我屁股本来就是两半。姚强，你先打个马虎，换个床位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姚强，你听到没有？姚强，连二铺都不敢上，还想上庄呢？哼，我看你呀，连上床都难啊。谁在哪个铺上睡，不都是老师分配的吗？怎么，我现在说话不好使了吗？啊！我就不听你的，你能生吃了我呀？啊！小胖，给他准备一点酱油。姚强，你现在还挺横的啊。大半夜的，你们不睡觉都干嘛呢？师母，那个马虎他半夜睡觉老发癔症，他经常从上铺上摔下来。哎呦，我就建议让姚强和马虎换个床位，一来呢能保护一下小马虎，二来也能训练一下姚强的胆量。我可以啊。师母，我不是不想睡上铺，我是有的时候吧，我一在上面，我就有。姚强，你跟马虎换上床铺，其他人睡觉。姚强，你来我这儿睡呗。明人不做暗事，老子的干哥哥姚强在你们武馆学舞狮，你们为什么老欺负他？他碍着你们新师傅的面子，让你三分。你小子反而得寸进尺，老子看不下去。说那么多干嘛？直接说想打架不就得了？不过呢，我师父不让我们在外打架，所以恕不奉陪。哎，学了武艺不打架干嘛？老子用鼻子也能闻得出来，你们师父假仁假义。不许你这样说我师父。我就说怎么了？有本事你过来呀，来替你师父找场子。我声明，不是我不听我师父的话，
我要捍卫我师父的名誉。你替我找什么场子呀？不是让你不要告诉他的吗？别怪他，我问你呢。反正今天来都来了，这场架我是打定了。我知道你是顾忌你们新师傅的面子，不好意思打他。老子又不是你们什么狗屁同学，老子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你能在外面别老老子老子的吗？老子要让他知道，会玩舞狮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会打架那才是真功夫。依我看呀，打架破坏规矩，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靠拳头分出胜负的。咱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比一比功夫，分出胜负，行吗？比功夫？比功夫。这个道友都跟阿娇姐说了吧？知道。合作愉快。可以倒是可以，不过经理，您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别人给80000我都不同意，这是个机会，不合作就算了呗。一大把的人，您着什么急啊，经理？咱这不是还可以商量的吗？嫂子，我这之前跟经理都说好的事儿，咱不能一家二啊。这做事儿得讲规矩。哎，再说了，人家经理是认为我们这边呢有口碑啊，特别好，才跟咱们合作的嘛。这说实话呀，我就是看中你们这一点。这龙狮舞的确实不错。行。既然经理这么看得起我们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周会计，这盛世。哎，行了，逞什么呢啊你？要打也是我打呀，你跟我打，那人打我，怎么了？不敢吗？小子，你打个木人桩算什么呀？有种上高中比试比试啊。刘强，上来，上来跟我比试比试，怎么样？不敢吧？刘强，看好了。你上去啊！你去跟秋亮比啊！哎呀，比什么比啊？姚强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，这哪是说来就来的事儿啊！老子以后再也不管你了！回扣？是啊，得给啊！人家促成这件事很辛苦的，好不好？工作是他的责任，回扣是他的私欲，咱别这么较真行不行？道友，这活我们不接了。不是你又不接了，那钱怎么弄？你说脑子不转弯的呢，老师。道全，你不是说要改变落后的行业规则，这不正好是个突破口吗？再说，咱们都快被房东赶出去了，
你就别钻牛角尖了。阿娇，我是要改变落后的行业规则，但这收回扣也是落后的行业规则，比那个划区分片还要落后。我今天要是答应了这事儿，以后我们三个人拿什么立场去教育孩子？哎，师兄说的对啊，你看他都认可。就是，你说咱们就不让步啊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顶多了吗？没有场地了吗？没有场地给学生们立足了吗？对吧？师父，徒儿知道，这是你最珍爱的宝贝。但是徒儿现在难关难过，我要先把它典当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很快的把它赎回来。爹，道全这么做，也是为了继承您老人家的遗愿，拯救那些孤苦可怜的孩子们。只要我们能撑到这些孩子毕业，到那时候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师父和师母这样对待我，我怎能辜负他们？我心底的武士梦想再一次被点燃了。小强，来，我们一起把这些木桩摆上。来，好，
小强，你知道你这一步为什么不稳吗？就是因为你心里没有装。来，再来。好，非常好，再来。好，加油。给钱不要，你师兄脑子进水了吧？我师兄他是个特别干净的人。这市场就是个大染缸，还有干干净净的人？哎呀，你说我师兄他就是个臭脾气，你说这是他缺点吧，那也是他优点。合同白纸黑字，必须给违约金。违约金呢？你们反正不在乎钱。哎呀，我们这现在眼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，就是没钱。跟我哭穷不好使，我们好几个月都交不出房租了。既然有了合同，就按合同办。行，经理啊，那我嫂子也说了，如果说经理你非要这个违约金不可呢，就怕咱们双方啊起了争执，你说这事吵吵嚷嚷传出去，对谁都不好。道友，你嫂子这么厉害，就管不了你师兄吗？不是。经理啊，这事儿是我不对啊，都是我道友没做好，我不对。哎呦，各位师傅，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们盛世堂来了？听说你们接了双溪酒楼开业典礼的单子？是。阿娇，打从你爹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约定，各守地盘不许吃过界，这个规矩保证了我们之间相安无事，风平浪静。对呀，规矩不能改，不能坏了规矩，不能坏了规矩呢。你说是吧？哎呀，各位师傅，各位师傅是这样啊，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我们要听新道玄亲自对我们说。不错，这是大事，看道玄回来怎么跟我们讲。各位师傅都在啊。赵师傅、李师傅、孙师傅、钱师傅。赵师傅，我带大伙来是想跟你们夫妻俩讨论讨论咱们之间的规矩。赵师傅请指教。双溪酒楼应该是李师傅的经营范围。是，按照规矩，这一次我们盛世堂是吃过界了。这件事情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各位师傅解释解释。姚强，你慢点。什么意思啊，秦道全，有本事咱们比一比。赵师傅是咱们协会的会长，你们可以不尊重规矩，但也得尊重会长吧。赵师傅，来，李主任，如果你管不住他，今天就算我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跟他拼到底。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真的是过来打架的吗？阿娇，怎么跟师傅们说话呢？我打打杀杀能解决问题吗？哎，各位师傅，各位师傅。大家都别激动啊，大家别激动啊。那个双溪酒楼那单生意呢，我已经退了。你们不是等钱交房租吗？退了房租怎么办？是啊，等钱交房租那怎么办呢？我这位师兄啊，把令大师当年那把宝剑给当掉了。那可是令家的传家宝啊。可不，这不没办法了吗？我不是帮我师兄说话啊，我秦道友这个人呢，我实事求是。眼下呢，我们盛世堂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为了照顾那些孤苦儿童呢，基本上就是没有收学费了，可以说是免费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房租都交不起。睁开眼睛，睁开眼睛。起来，再来一杯。师傅，不行啊。小强，你闭上眼睛能不摔下来吗？不是啊，师傅。
是我一上去吧，这内心和眼睛就不听使唤。你害怕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你爸爸在天上看着你呢，他会保佑你的。师傅，我又不是两岁小孩。怎么了？你还不信啊？嗯。师傅，这令大师也在天上看着你呢。去。师傅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啊。哎，师傅，你说这么晚陪我，没事，师傅会不会生气？各位师傅，通报大家一个特大好消息，有一场国际舞狮比赛，下个月将在新加坡举行。啊，那太好了！这场舞狮比赛，级别高，影响力大，我们要为荣誉而战。王主任，你准备让哪个堂口去参赛呢？咱们这儿300多家舞狮馆，都去参赛不可能。依我看，还是选出一个众望所归的队才好。嗯，对呀，赵师傅说的对。哎呀，你说就他们去，这能拿着冠军吗？我们去就能得冠军了。只要我们有信心。我说师兄啊，这个是国际性大赛，这不是国内的比赛。很有可能你这么一去，一回来这帮孩子跟着一起来睡大街、喝西北风了。不会的。阿娇，想都别想。阿娇，爹，道歉。我把阿娇和这个家。什么都可以，爹的房子不行。阿娇，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舞狮，知道师父的以德习武，以武易师。你只想全世界，你想过我吗？都睡到大街上了，你拿什么德习武，拿什么武易师？耶，好。你们见着你们师母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道友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哎，让开！你嫂子不见了，你快帮我找着你嫂子。你，哎呀，你别添乱了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走走。哎呀，你添什么乱呢？哎，道友，师哥求你了，师哥求你了，你帮我找找你嫂子好吧？爹，我到时候一定会还给您的。干爹，您这摇头是不相信我呀？谢干爹。等等，
这钱不是借给你的，也不是送给你，是让你办件事儿。犯法的事儿我可不干。我怎么能让你犯法呢？那你要我做什么？谢谢干爹。迅速行动！是是是。你们俩去那边看一下。好。是。你跟我来。是。老婆，老婆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放开！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你要走啊？我跟你过日子不是要一辈子担惊受怕的。是是是，我知道。老婆，你看我们这么多年的苦都吃过来了，这次不能同心协力啊！我不反对你以德习武，以武易师，我也不反对你行善，可我反对你盲目的行善，不顾家庭，我反对你没完没了不过日子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，老婆，还有你说的都对。这个，给你。哎，这什么呀，金克，你别走了好吗？都是我的错啊！嫂子回来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道爷，你先别走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想好了通知我，我给你签字。我想好什么呀？我签什么字啊我？师兄，我走了。哎，你是我兄弟，你帮我劝劝你嫂子。哎，师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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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走，你们让开啊，听话。师母，你别走，别走。师母，不烧了，把姜茶喝了发发汗，明天就好了。师母，谢谢你。师母，师父带我们去新加坡，我们一定会赢的，我能证明。对对，我们一定能赢，我们一定能赢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别勉强自己。大人的事情和你们没关系。哎，头晕就慢慢下来。二目平视，二目平视。耀强，耀强，别害怕，我在下面保护你。耀强，哎呀，耀强，你干什么？你等一下，没事没事，我扶你下来。耀强，记住我们的训练要领，慢慢来。啊？哎，干什么？耀强。姚强，别逞能啊！姚强，干嘛你？好，姚强，做到心中有庄啊！来，点。
姚强。各位师傅，我今天带大家来呢，是要宣布参加新加坡国际比赛的队伍是盛世堂。耶！好！恭喜恭喜啊！我们大家集资了一点，算是赞助盛世堂舞狮参赛的路费，还望新师傅笑纳。谢谢赵师傅。谢谢。谢谢诸位师傅。道全啊，这是我们体委的心意，拿着。谢谢体委，谢谢领导关心。新师傅啊，我这里也有一些，我是双喜酒楼的经理。因为新师傅啊坚守原则，在这次上级的专项检查中没有让我坠入邪路，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激，我这里也有一些心意，请新师傅笑纳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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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通过今天这件事，我发现只有像道全这样坚持道德、坚持行善、坚持做光明正大的好人，才能赢得人心，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。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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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姚强，怎么了？姚强，咱俩做好朋友，做兄弟，舞狮表演，我愿意和你配对。姚强，你听见了吗？在咱们这一行，能配对成一只狮子，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信任。只有愿意把生命交付到对方手里，才能配成一只狮子。师父，我怎么了？哎，啊，哎，姚强，姚强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没有人。队长，没有人。继续搜查每一个房间的可疑物品。是。这个东西是假的，如果是真的话，肚子里面是实心的，在他尾巴后边隐约有个印记，那是公仔大师做的记号。馆长，我能看看吗？哦。馆长，您看看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指纹？
或者说有一个非常像指纹的痕迹，但这个没有。师傅，您贵姓啊？辛道全，厉满德师傅的女婿。嗯，这是个赝品。看来偷盗公仔的人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，真正的公仔应该还在他们手上。范总啊，您辛苦了，我们一定积极配合啊。本以为能帮警察抓住甘地，没想到是我被利用了。这是不幸中的万幸，不然你就是从犯了。咱们回家，一边练功迎接大赛，一边配合公安，以最快的速度捉拿阿奎。哎，师傅，我刚想起来，您怎么知道那个公仔是赝品啊？其实啊，那个公仔啊是你师爷的，那时你师爷还是个孩子。解放前这里发大水，你师爷就把这个祖传下来的公仔师傅捐赠了出来，所以我知道你师傅我呀一心想做你师爷那样的人。那我就做师傅您这样的人。能找到你真不容易。你个叛徒。我怎么能算叛徒？你背叛了干爹。你醒一醒吧好吗？我们现在应该帮助新师傅呀。你还在这里提新师傅，都是因为他弄得我们几个四分五裂，弄得干爹现在到处躲藏，你还要帮他。是他，但也是他让我明白了如何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，受人尊敬，连喘气都是粗的。你再想想当时跟了干爹那段日子，竟干那些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现在都不敢想。假小子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师傅是国宝来着，如果被干爹倒卖到境外，那他犯的罪又大了。现在公安部门都在抓这件事儿，干爹插翅难飞，我们现在找到干爹，讨回来国宝，干爹的罪就小了。我们现在这样做是在挽救他，帮助他，拯救他，你懂不懂啊？干爹，我们去自首吧。申道全让你来的。干爹，那可是国宝。先跟我来。Thank you.
辛师傅，快，快去救姚强！姚强。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了，干爹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干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干爹，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，那你就来吧。阿奎，阿奎，干爹，阿奎，这么多年了，该回头了。师弟，虽然这么多年不见了，但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让我走，姚强，你带走。干爹，自首吧。什么废话！嘿，阿奎，有什么事儿好商量，别伤人。就一个条件，让我走。让他走。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梦，有干爹的，有师父的，有师母的，就是没有我爸爸。我明白了，爸爸是要告诉我，实现梦想就必须战胜自己。那天晚上师父喝了很多酒，师叔陪着他，师父一定讲了很多关于他和我干爹的故事，讲了很多我师爷的故事。跪下，跪下！师父，要说偷盗，我也有份。你也给我跪下！师父，东西是我偷的，要打就打我，别打师弟。我今天就成全你们，我让你们去偷东西。
走。没事。刚才师父打你们，你们恨师父吗？师父就是想告诉你们啊，这些东西都不值钱，最值钱的是什么呀？最值钱的就是我们做人的道德。道友，上食堂我对不起两个人。爹，别打他们了。一个是阿娇，一个是你。我特别清楚你们在做什么，我让你受了多大委屈，我让你多难做，我让阿娇心里有多难过。师弟，那天姚强跟我说，哎，师父，令大师在天上看着你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就信我们师父在天上看着我们。师弟，你知道师父为什么把山高人为峰放这儿吗？傲气面对万重浪。棒。一五一十。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新加坡，是国际狮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。伴随着热闹非凡的锣鼓声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加坡队。这支队伍翻腾起舞的精彩表演，带动了会场的欢腾气氛。这第一支队伍的开场就表现强势，超高的技艺，
赢得了观众的喝彩，再现了运动员不屈不挠、奔腾争越、齐齐祥和的精神面貌。狮子眼前呈现了一片清澈的湖水，他的左前脚探了下去，右前脚想试图抓住水花，他把头伸下去，用后脚拿起，这是个高难度的动作，新加坡队完成得非常精彩。这支队伍无论在动作规格和形神方面都非常的不错，力度、幅度、速度，特别是连续跳跃，新加坡队算是为大赛开了一个好头啊。1号裁判9:20，2号裁判9:18，3号裁判9:22，4号裁判9:21，5号裁判9:15。新加坡队最后得分9:19。好。泰国队出场了。随着比赛的深入，竞争愈演愈烈，精彩纷呈。各队陆续亮相，队员们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。冠军谁属，花落哪家，叫人很是期待呀。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，感受到大赛的气氛，看着各队精彩的表现，我和秋亮都很紧张。师父的话在我耳畔响起：记住，起誓是一种仪式，一定要规范，这是对武师前辈们的敬重，也是我们武师人的自重，更是对观众的尊重。看着他们不够规范的起誓，我才深深意识到，我们是在师父严格的要求下做着非常规范的训练。想到这里，自信心油然而生。狮子想向前，发现前面山与山的距离太远，突然180度转身向后看去。狮子玩累了，他坐下来休息片刻，也不失俏皮可爱一番。大赛只剩下中国队就要接近尾声了，不出预料，这支来自马来西亚队的精彩表现会打败之前的所有队伍，中国队真是压力山大呀。马来西亚队最后得分9:20。好，我们期待已久的中国队就要出场了。观众群中我们看到了满满的热情以及飘扬的五星红旗，让我们热烈欢迎中国代表队上场。有请中国队，中国队，中国队如果3分钟之内还没出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将取消参赛资格。时间所剩无几，只剩下22秒。师父，怎么回事？秋亮热身的时候把腰给伤了。这什么情况？中国队人呢？5秒、4、3、2，来！好，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和铿锵有力的锣鼓声，中国队出场了！中国队加油！中国队必胜！中国队加油！醒狮出动之后呢，首先来一个3拜之礼。好，狮子上山了。听说中国队有队员受伤，真是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呢。还好他们已经顺利出场了，但这临时换将可是兵家大忌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们最后的发挥呢。师父，我没事，专心比赛。
击越紧，鼓越敲越密，人越翻越斜，是越跳越高，表现了舞狮人与生俱备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精神。突然来了挂踏桩，世界这是怎么了？高难度风险眼罩，非常危险。姚强，别害怕，我在下面保护你。姚强，姚强，有师父在呢。姚强，要勇敢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战胜了我自己。师父，师父，你看到了吗？我能行，我一定行。获得分9.25分。本届比赛的冠军是中国队。冠军获得者是辛道全。
摇赏。本届大赛的奖杯也很有新意，主办方特意制作了一只仿制的公仔师傅。姚强、辛道全，恭喜你们，他们就是本届国际狮王争霸赛的狮王，有狮心之人定会狮行天下。是那样的幸福，我有师父，有师母，还有那么多爱我的朋友们，我不再是活在自己阴影中的胆小鬼，我不再是游荡在社会边缘的小混混，我爱这个美丽的城市，我为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感到自豪，感到骄傲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侯玉，我在师父的这部戏里面扮演师父辛道全。在这部师的电影当中，我饰演的是秦道友。我是扮演一个李师父的角色。当你问我梦想究竟有多远，我说每天要努力，不管何时能实现。人生看到了真正的武士，就会非常让我震撼。我要脚踏着石头，那师傅舞的大大那小眼睛一转，一步一步走向前。等你问我，他不只指的是武师，他指的是做人。我们要把我们的武术的武德要传承下去。不管何时到终点，一天又一天，去死灭族！真心的付出，妈呀，泪水也会甜。你说我梦想明天，我能像那雄狮飞越蓝天，坚持信念，盼能再次看到你的笑脸，就在今天，太阳终于照亮我的双眼，一直幸福到永远。大姑导演，哎呀，好着嘞。我站在路口，默默看着蓝天，只想向前走，是你亲切的笑脸，心中的梦想总是无尽。师父，只要向前冲，一定会实现梦想。
能像那雄狮飞越蓝天，坚持信念，盼能再次看到你的笑脸，就在今天，太阳终于照亮我的双眼。幸福到永远，一直幸福。